开始。今天身上挂的这串珠宝，非常特别，还特别选了一套服装来搭配衬托。对对对，我觉得这款非常特别，是Boucheron的极夜之光系列。那它的灵感来源其实就是来自于最伟大的艺术师大自然里的雪花，所以非常的晶莹剔透，然后很纯粹，但是也非常的有力量。其实它比我想象中的轻耶，它结合了，虽然结合了水晶和钻石，可是整体的工艺让它能够在这样子感觉很华丽很磅礴的感觉下，就是最轻重量的呈现。刚刚提到这个项链是360度都很漂亮，不过就是媒体一直很没有机会拍到背面也很漂亮。背面吗？背面其实就跟正面是一样的。对，好，转一圈。对，就是360度无死角珠宝。对，这是她老公会送珠宝。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应该就是求婚那个时候吧。对，所以我的 wedding band 也就是日常生活会戴的就是 Boucheron 这个品牌的 GUT 系列，那可以客制化，所以我就选了白陶瓷、碎钻、白金、玫瑰金，这样子就是四个颜色常常出现在很多饰品当中，或者是衣服当中，然后很好搭配，很低调，但是又很典雅。所以平常会戴那个婚戒在手上吗？对，所以我非常的有，就对那个戒指很有感情，所以对这个品牌就也有了私人情结。对。我刚拍完一部电视剧，对，刚在上海结束工作回来，好像还不到两三个礼拜吧。对。那近期还有什么工作计划吗？还是要好好休息一下？也有休息，但就会有一些工作机会会跟大家见面，比如说今天就是一个很重要的，对，一个预暖身，为他们的160周年品牌160周年做暖身。对，那这样会不会很希望可以就换一个厂家，然后自己好好休息一下？其实心态放轻松，一天两天也是假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老公一起出去玩的。会的，会的。谢谢。好意思，一个题外话哦，就是你工作多年，有没有遇过就是器具上的死穴？就是什么样是你不会去碰的？对，不好意思哦，谢谢谢谢。再来，我们右边的几位摄影大哥，感谢 to the right。Here we go。好 ，OK 吗？这样子还有没有人要补的？OK， 好 ，Once again, thank you very much， 雨辰，谢谢你今天百忙之中抽空到现场来欣赏。好，来，真的很。